椒对吧？不，四川不。那边有人。电风扇，电风扇那边。这边都 OK 了，反正整洁都 OK。好。那一会儿这边洗碗的时候，我最起码得这样。啊，对，你这冰箱，我那边可以，可以，这个他走到那儿就那什么了，就一下，然后直接进场了。好吧，那我就不跟了，对。还几分钟？还一分钟。一分钟。现在五十七了嘛？五十七还两分钟啊！来，各部门准备啊，全场安静。倒计时一分钟。来，各位老师。来，现场安静了啊！来，你随着手机响啊！手机静音，谢谢。这个是吧？晚一点点推是吧？这个，等一下给你试试。太久了，太忙碌。现在这个音已经在播了，然后这个还没呢。倒计时三十秒。来，全场准备。来，三二一，开始。
没有，我压力才大。不要被吴康的颜值吓到，你可以的，小伙看看节目内做饭的。没有没有没有。他不仅是做饭好吃，这个主要是帅，这个罩子不要。对，要失控。好，两位都非常棒啊，在这里面我们要期待你们的表现了哈。那么在我们正式烹饪之前呢，先来看看两边的菜品吧。好。好，我们先来看看吴康这边，今天我有朋友是什么？今天是做那个意大利空心粉，就是因为我自己女儿也很喜欢吃，英文叫做 mac and cheese， 它就是有起司的，对，所以你会看到这边有不同的起司，对，然后有这种奶油啦，有 cream 牛奶，然后有一些面粉，一些就叫面包，叫面包碎，面包碎，对对对对。哎，六六喜欢吃什么？喜欢。那么一会儿就可以尝到我们自己做的基本了。好，我们来看看小宝君这边。我们今天要做的是一个西班牙的海鲜饭，叫 Bella。那今天呢，其实为了吃午饭做意大利面的话，我们要选一个主食，那是可以做米饭。对。这个海鲜饭我很喜欢吃的。是啊，是啊。但是为什么我发现你很奇怪？为什么这些菜都有？配料不是，好像没有看到主食。对，我的空心粉都跑去哪里了？我的饭是哪里的？米饭也是没有。小朋友没有知不知道？不会忘记买饭和空心粉了吧？应该是没买。应该有买的。对啊，没有空心粉没办法煮。好啦，跟大家开个小小的玩笑，其实在这里面也是给你们一个小小的考验。在这里呢，我们要先完成一个互动游戏，快问快答。那么成功回答出来呢，就可以获得我们今天的主食了。那么怎样进行我们第一局的游戏呢？在这里呢，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哈。那么稍后呢，根据问题的同时选择答案，做出相应的这个动作即可。那么只要成功挑战两道题呢，就可以获得我们的大米空心粉。在这里呢，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要用到的大米，是元龙大米，传说中的一家煮饭百家香的元龙大米。那么为什么叫圆米呢？因为它是在元龙庭院士亲自指导下诞生的，种植于盐碱地的水稻品种，每年一季有机种植，香气自然突出，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食材。我们都知道，其实主食的材料在整一道菜品过程当中起到非常关键性的一个是的是的。那接下来就看二位能不能够成功拿到我们的主食呢？这样，我们先让两位小朋友来石头剪刀布，好不好？谁先胜利了，我们就哪边先开始。好的。我们倒数三秒钟，好吗？准备好了吗，小朋友们？三、二、一，头剪刀布，来。哎，答题了，再来一支石头剪刀布。又答题了，真好。再来一遍。剪刀布。好的，要花一个小时。好，我们今天可能一直都是两个小朋友在玩石头剪刀布。好，一起定胜负好不好？剪刀布。哇，恭喜恭喜我们一胜，获胜了，同时感谢六六，六也很棒哦。那么我们今天获胜了，首先进行我们的快问快答，好，准备好了吗？准备好。有没有信心？好。有。你们的口号在哪里？再来一遍。帅宝必胜。来来，三二一，帅宝必胜。好，第一道问题，好，请问，你更喜欢吃香蕉还是苹果呢？苹果。哇，很有默契哦。好，第二道问题，你更喜欢吃鱼肉还是牛肉呢？牛肉。哇哦，这销量好吗？太有默契了。好，第三个考验你们，不知道大家的肢体动作怎么样，请摆出超人的姿势。哇哦，太有默契了，我以为一个会往这边，一个往那边。好棒好棒，两位表现都非常棒，算是成功回答出了我们三道问题。哎，好，不错。好，接下来我们看看吴哥和我们六六这边的表现啦，有没有信心？六六，有。我们一起来好不好？好，我们的六六六六六呢？六六六。哇，好有默契哦。好，你们的问题好，请听好。第一道问题，请同时摆出比心的动作。哦，爱心。哇，好有爱哟、哦，太甜蜜了。那么第二道问题好。请问是喜欢草莓还是西瓜呢？草莓。哦，来。Yes。好，第三道问题，好，最后一道了，请问你更喜欢冰淇淋还是巧克力呢？巧克力。打平了，两位都非常棒，恭喜恭喜。
么我们要来公布我们的比赛结果，这边是答对了三道，这边也同样是三道，哇，打平了，都很棒。好，那我可以获得我们主持人的幸福，我们送上袁隆平大米和空心粉。哇，我觉得从外观上来看，我觉得怎么样？晶莹剔透，闻一下都大米，嗯，真的好香。我的空心粉就是屁屁猫的形状。哇，可爱！对，你有记得给大家看吗？很可爱，你看，你看到吗？谢谢。看到屁股了。我现在激动的去摸了一下。对，这个我送给小朋友吧。对，看一下。看到屁屁的形状。对不对？很有爱哦，适合我们的六六。那我不知道我们今天两边呢会用我们的空心粉还有我们的大米做出什么样的料理呢？在这里呢，我们也是期待吧。好，那么除了我们的主食哈，其他的还有一些什么需要用到的特殊食材吗？还有都充足了吧？对，都充足。有没有什么在缺少？我记得好像有那个南瓜。海鲜所以要做白米饭。所以是这个蛋炒饭吗？可能是吧。为什么呢？又有人拿走。肯定有什么特别挑战的。对。你这样说。大家都说我走过最长的路就是我摸你他的票，所以今天我们就要实现套路的战略关系。所以今天呢，我们要进行第二轮挑战赛，不知道大家是否能看出你的健身习惯？健身的。没有，没有是骗人的。我每天他刚刚不是这样子说的，就是这样说没有，他 pose 也是完了。哎，我是真的不健身，我是人坐着绝不站着。我跟你说，我不用摸了，我从外观已经感受到你的肌肉没有什么力量。你每天在拿那个锅去在健身。对。但是午餐感觉真的是有健身的，要不要摆什么 pose 给大家秀一下？来，秀你的肌肉，喂。对。这样好，所以我们这一轮的第二轮的挑战赛啊，真的还有题目？可以啊。过来。看看我们的挑战卡。这边的。这边的。还看看吗？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到底是什么内容？请把蒸汽宝宝。举起来，抱起来做深蹲十个。啊，我做十个深蹲吗？这样会穿什么？那我们看看六六和五尊这边呢？哎，也是一样的。先把这些宝宝抱起来做十个深蹲。看起来很重。真的。在我们这个做完全就很轻松啊，六六很瘦小哈。对。当然，我们的医生，我觉得医生也还好吧，你没问题的。你们没有轻。真的假的？几斤？哇，六六这么重哦！六六几斤？十斤。不知道。没关系，你几斤我都可以把你抱起来。哇，对，没问题，他可以一下子抱起两个小时。来，我们开始吧。所以要怎么样？前面吧，我去前面好吗？来。来，我们两位小朋友今天请哦。我觉得我人生在这江湖。来，小朋友们。哇，好紧张哦，怎么办？啊、是我当时不担心，我就把小朋友抱起来，我用手臂。手臂抱起来。哎呀，你是怎么抱起来？哇，你竟然一个是公主抱，哎，天哪！为什么？为什么那边是公主抱？好，我们开始做深蹲吧。对，深蹲。深蹲。哎，深蹲这样做。就是深蹲，蹲下，对，膝盖半蹲。十个，一个。你这很重。两个。我很不好，因为他真的很重。必须的，要减肥了。很爆炸了。很爆炸了。好了，两位表现都很棒啊！来，又是我们的工作人员送上我们的海鲜和我们的南瓜。啊。好，我们要回到我们的料理台哈。好的，谢谢。哇，这轮挑战赛真的是考验你们了哈！当然，我们接下来还有更多。热。好，我们现在海鲜都已经准备到了。哇。那么接下来就可以开始割肉了。在割肉之前呢，我们还有一个特殊的比赛。
抢食材的过程当中，还为我们的吴哥和小宝君买了礼物哦。这两个礼物就分别是送给你们的。他们买的吗？对呀、啊，对。但是呢，我们要在这里进行一个脑力打谜，你来猜测一下哪一个礼物是自己为了宝宝买的。当然，如果猜错了的话，会有一个小小的惩罚。这个惩罚一会儿公布哈。来，我们先来看看礼物吧，好不好？来。打开这个，来，我们这儿我来先了。哇，这是什么？芥末啊！芥末，我们看看这边的是。哦。哇，巧克力！大家看一下哈，我们的芥末和巧克力。啊，这知道巧克力。这差别好大哦！怎么一个买了芥末，一个买巧克力的？我觉得小朋友应该没有理由要买芥末。对啊。我觉得应该买芥末。为什么要买芥末？你怎么知道喜欢买芥末？因为他喜欢吃巧克力啊，所以要来有现金。对，我觉得我看他笑笑很诡异。好了，我们来猜一下好不好？先分这边吧。我觉得是巧克力是他买的。确定不要修改。他刚才跟我说他喜欢吃巧克力的，对不对？对不对？好，所以这个巧克力，那我们看看小宝君这边。我也猜巧克力。都猜巧克力。因为如果真的买芥末的话，应该很吃进去。但是。好，那这样我们来公布答案吧，我们的小朋友。六六，哪个是你买的？对。巧克力跟意大利面有点搭配。我跟你说啊，这就是我们的大考验呢、啊。我这个还是我要把这大惩罚，你也是一个西班牙还是的，我觉得真的很真的很对，男主对，因为我们是蒸汽男子。芥末配海鲜不错，我也觉得不错。好了，那么其实呢，我们在益胜就这吃芥末超辣的，我来闻一下。对，祝你们好运。好。其实在医生在购买食材过程当中也是表现得非常出色啊，还有非常的齐全，所以在这里有个小小的奖励，而且我们的工作人员送上我们的美丽蒸汽蛋。哇，蒸汽的。这个美丽蒸汽蛋的一个小特别的地方，给大家看一下。消灭绝。什么来？是你们的福利来的。猜一下。消灭。消灭对方的一种。消灭对方的队友，太厉害了！消灭队友真是厉害了。可以消灭全世界。想消灭什么？可以消灭对方。消灭食材是吗？对。啊、哦，当然是了。空心粉呀，没有。空心粉吗？那也太狠了吧！空心粉。空心粉没了就不用做了。我觉得这样有点酷。对。那还有什么？不能太残忍。我们拿一个他们柠檬。柠檬可以。你拿柠檬吧，因为我们海鲜还是好要用的。哦，好有爱哦。对，因为我们也是各取所需。是，拿柠檬，我们选择消灭我们这类的柠檬。希望柠檬可以去掉芥末。对，应该是可以的，他绝对可以的。好，那么在这里，期待我们两位的表现了。好，那么我们食材都已经准备好了，接下来我们烹饪啦，来行动起来吧。那么在之前，我觉得还是。要清洗一下我们的食材水果，对，我身边的都，这样我们让小朋友去洗好不好？可以洗一些水果啊什么的。饿了的话，我们可以直接洗。然后清洗喽，来，我们开始清洗啦。好，我们看到六六，我们先这边好，要清洗什么？苹果吗？你要洗苹果，你要洗苹果吗？要用我们的美丽洗碗机洗。来，可以吗？来。你喜欢吃苹果？对。哦。他买了好多各种颜色的胶类。
天用到的是我们高颜值焦点范的美的免安装洗碗机时代。那么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个美的免安装洗碗机呢，它是不用接入水管，做到真正的免安装。关键的是不止洗碗，同时呢还能够洗水果。刚刚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六六和五六呢，哇，轻松的在上面按了几个键，就可以一键操纵了。那么一键超快洗碗呢，只需要29分钟，洗碗、除菌、烘干三位一体。做到高效性，那你的话真的是非常方便，可以节省不少时间。好了，我们来看看小宝君那边心情怎么样。是我们这边刚刚把所有的别的台大都放到我们的这个免安装的洗碗机。哦，已经开始洗了。对。你们在洗什么？洗所有的。洗所有的菜饭菜是吗？刚刚我们那边有洗水果。对，我们这边在洗所有的这个海鲜会用到的配菜，像红椒。我们偷的你们。偷的你可以光明正大的拿吧。拿着。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完成，那我们这边就是要用这种煎蛋。竹鱼比较这么大的，我们可以开始做。哦，那我先烫一个通心粉。好，加油！我们也希望所有观看直播的朋友们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大家可以来猜测一下，今天到底会是我们的竹鱼队胜利，还是我们的小宝君胜利呢？我们一起来期待吧。哇，是切洋葱吗？不需要戴墨镜吗？不需要。我记得洋葱都是很呛的。洋葱就是，如果你觉得切起来很呛的话，就是因为是你用刀去剁它，它会很呛。但是你如果用刀上去划着它切的话，它就会完全没有味道。其实我在网上有看到，像我刚刚之前说的，切洋葱小料比较戴墨镜的意思。带有勇气的。对。哦。现在要把这个麻油进去。
样的感觉，一边是母蛋，一边是我们的空心粉啊。好，再来一个面粉。那我们现在把它先放进烤箱。这边要开始烤吗？哎，对的。要、嗯。你要搅吗？要不要？要不要试试看？来。好，那我们看到两位呢，正在如火如荼进行当中哈。我们的六六呢，也在帮着我们的吴尊一起搅拌我们的这个黄油，加油喽！那这样好不好？接下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我身后还有两个人一起光烟机。吴尊这边这个黄油大概还有多久？我差不多，我要加其他东西，我要加牛奶。哦，加牛奶。好，那你先加。因为我们一会儿呢，想邀请大家来参加一个我们的小小的互动游戏哈。哦、好香哦！其实我是，其实我是第一次看这个现场做通心粉。对，他用到了，他用到了一种非常传统的那种，就是传统的用黄油炒面，因为就是比较传统的法式那种感觉。好香啊！怎么了？哦。我们这个担心哦，那像这样子要煮多久？这个还要大概15分钟吧。对，那我们就正好准备好了。好啊。我们接下来进行下一个环节，好不好？那么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呢，有这个两台电气光烟机。好，其实，在做菜生活当中，我们刚刚也看到现场其实是有一些油烟发出来的，但是我们在我们的料理盘呢，没有办法来上头装油烟机。所以呢，接下来这个环节哈，就要用到我们的美的极光油烟机了。来，我们小声听着后面。哇哦。哦，亮哈油烟机在这里呢，要邀请大家来参与到我们的脑力游戏当中，考虑一下，动动脑筋，如何不用你的身体哈触碰到我们的油烟机，但是能够把它打开。不用身体。对，不可以碰它。我们的这边有吴尊，还有我们的医生小老师，这些起来是要用意念。对，不要用意念。不能碰它。好，今天我可以先稍微关小一点。所以，哎，快想一想，我明天。来，我们来想想看，医生有没有好的想法？那个牛奶的牛奶。来，六六。你来，研究一下好不好？哇！扫一下。可以用手摸摸，扫一下扫。用脸来看吗？哎，你说触摸吗？哎，开了开了。开什么？碰到我，听到声音了。犯规。犯规了，这个犯规了。这没有哎。我们是一个非常公平公正的比赛。哎，我们到运脸也是跟手。零手动，对啊，零手动，我们动动脑筋好不好？想想看，是零手动，还用打火机吗？感应，我也觉得。感应，感应好像有点靠谱了。是不是？比如说有烟，有烟它就会启动。试一下。会不会？我觉得试一下吗？温度。好，那么我们的吴尊到底要去干什么呢？秘密。哎，真的。哎，真的。哎，对，你看那个，他就是完全是要用手，就所以是，哦，好，拿起枪，怎么怎么样？哎，你看这个是什么？好了，哦，被你弄火了嘛？来，我关掉再试一次。对。
哎，有有有。可以看到哈，瞬间就打开了，这样真的很方便。因为这个火苗就瞬间一吸进去。没错，因为它呢是拥有我们的智能天眼探测，智能开启了我们的轮机，同时呢还可以实时这个调节我们的温度，根据温度的不同变化，所以说真的是非常非常。因为我觉得这个功能在家里就非常好，因为有些时候你真的在家里炒菜的时候，可能你会忘记去开那个，但是它感应到你的温度会有影响，它会立马自动就打开，所以我觉得。非常贴心跟人性化。没错，而且我们的美的极光烟机呢，也是相当于我们的禁烟机器人啊。它呢是拥有我们20立方超大的吸力，可以说是无惧大火爆炒，同时呢还能够高温的清洗，110度高温蒸汽15分钟洗净里面的油污，让你摆脱轻松，让你摆脱清洗油烟机油烟的烦恼。那么如果是要清洗掉我们的一些。这个冰箱啊家电，同时还可以用到我们的美的洗滤家来清洗。好了，那我们现在看到我们的吴泽和小宝君呢，哇，正在切黄椒海鲜，而且我们这里的配料是吴泽这边已经重新处理好了。对，没有发现好像中午上少了一些什么啊？什么又少了什么啊？对，我观察了一下，好像我在切，看一看，好像是不是有什么？哎，对，我的这个不见了，我的海鲜，我的海鲜，我的那个面包粉不见了，面包粉不见了。对，我觉得可能今天的海鲜，它是用非常鲜活的海鲜，因为它已经又不见了，它应该在走，我逃跑，逃回海里，对，我要去钓鱼。哎，在哪里呢？我小朋友知不知道？难道我觉得一定是你们导播？是不是你们两个导播？真的没有，真的没有。我在做东西的时候，然后他们一直在捣蛋，然后一直在吵，跑来跑去，所以我的这个面都一直被打扰。对，没有受什么影响吗？有一点点，对，可是还好。这样我们去来找一下好不好？我们藏在哪里了？我需要飞场。你们自己找。自己找。自己找啊。所以我觉得。我们要不要一起去找？自己找。可以先把这个火灭掉。好的。来，我们一起来找找看。医生，你们到底把它们藏在哪里了？来，我们一起来找找。现场。好。哇！找到了吗？谢谢。那你呢？好可爱。你藏在哪里？藏在我们的这个。哇！这相互的折叠套装。哎呀，这两个真的是啊。太调皮了。太调皮了。谢谢。一会儿要有小小的惩罚哦，惩罚你们不准吃。好了，我们的这个空心粉和我们的这个海鲜都已经就位了，好，现在开始操作海鲜。对对对。加油！还没煮好。因为你想到前面的那个，刚刚放进去的那两个容量还挺大的。对。对，可以说是给我们节省了，节省了非常多。厨房空间。对。好，我们在这里进行到哪个步骤了？我现在还在煮那个酱。还没煮好。这样煮好久了，因为刚才是被打乱了，对，所以刚才加了牛奶，现在要加这个cream。这个头是谁的？对，有头发，对。来，你帮我加。哇，我发现小宝卷的刀工不错。来，先录一下我们一身好奇，这是有讲究的，要洗干净哦。洗海鲜还是非常重要的。我来录一下。其实我有试图把他们的贝壳类的东西放到我们这个安装的洗碗机里面去。这也可以洗吗？非常棒，因为它可以自动冲到那个所有的沙子。沙子。哎。因为我们知道吃贝类的这个海鲜会有。沙子清洗不干净，会影响到这个口感。口感对，确实。等一下去。闻到了这个香味，其实我真的是特别纠结，两边的这个感觉完全不一样。你别忘了，我今天还有见过。没关系，我还挺爱吃见过。巧克力，因为巧克力。其实我们刚刚有说好了放，但是没有规定放多少，可以少一点。
加油好不好？
小朋友都非常非常的棒哈、哦。那个易胜，我觉得你一定有让妹妹，对不对？是不是没有发挥出你这点实力？对，操控不过他。因为你要表现出这个我们真性男子汉的气概，让我们的这个小朋友女士优先，对不对？易胜也很棒哦。那么我们的六六就获得了这一轮游戏的这个获胜了。那么接下来请六六给我们表演什么才艺呢？准备了什么？唱歌，唱什么歌呢？小鸡肉汤鸡。小鸡肉。那我们一起来给六六加油，好。来，我们这个不分队哈，老师，小鸡肉汤鸡。小鸡肉汤鸡。我们跟六六要表演什么？儿童歌。好了，要好了，我们先做南瓜。
欢你。现在我们现场味道越来越香了，我们真的做到哪一步了？我已经把我的意大利面放进烤箱了。哇，已经放到我们的烤箱了。对。哇，我们透过这个烤箱外面，我已经看到了里面的这个半成品的样子，它都够了，好香啊，真的好香。然后拿我的南瓜先拿出来，再去洗它。现在它表面好像那个油。那我们焦焦的。我看一下，我也不知道是。哇哦！小心啊！是米饭已经做好了吗？我们的米饭先用烤箱烤好那个。哇！是刚从我们烤箱中拿出来的。对对对。其实烤箱它是想说可能没办法烹饪米饭，其实只要你用一些合适的手法，烤箱不仅是可以做，我觉得是做中式料理、西式料理，本身又是。因为它是有加那个洋葱，那个香味。嗯，真的好香，是用哪一台？我们这台。这一台好像那个，我自己家也是有。嗯，现在这两个跟大家介绍一下啊，用的是我们的美的 T7L325E。那么这一款烤箱呢，可以可烧烤也可以烧烤。对。好像我刚刚没有带出手套，有一点点小，会有一点小小的哈。因为它这台烤箱其实对我来说最方便的就是一款，它其实有一个手接带，你可以用手接带，手机上操控远程操控它，你不用担心会烫到或怎么样。对对对，它有很多的海量的食谱，然后只要一键把东西放进去，然后它的程序就会自动跟着去进行这个工作。还有，还有这边的这个微波炉也好了。在帮我
吃嘛，然后一下子在弄弄弄，突然间就把那个食材喷出去了，对，因为他们还不熟悉嘛，对，所以可是很好玩啊，让他们去接触这些东西，对，就很有爱，对，那个过程就很有爱。那个时候你不会玩？当然不会了，对对，小朋友，对。要不要给我们观看直播传授一些育儿经验？育儿经验了，对啊，没有，觉得做父母亲其实对小朋友要很有耐心，对啊，因为假如小朋友他们从小到大都是张白纸，什么东西他们都不懂，所以我们要很有耐心去教他们，去让他们明白，不要就是，因为我觉得有很多父母亲他们可能常常就会跟小朋友说，哎，你要怎样要怎样要怎样，可是我们很少去听他们的心声，就是有时候也要去跟他们聊天，去懂。融入他们的世界，亲近小朋友的想法，然后跟他们一起玩耍，对对对，好，我看看，这边已经差不多了。对，没有见过的这样一个办的一个分组，哇，已经开始小朋友了，好了，然后接下来呢，我们来看过一条广告。Hello， 大家好，是我和我一起加入好家人工作，亲戚十四号。加入美的酒店618年中大暑，一起抢美的酒店，在天猫天猫的地方。好了，欢迎大家回来。那么我们这边呢已经要接近尾声了哈，大家要准备开始摆盘了哈。这边海鲜还没有动，还有在吗？还没。应该快好了吧？刚刚说还有五分钟，谢谢大家好。对对对，多一下下，然后再叫。只要考虑一个考生可以，它的这个加热非常的精准口温。对，它有点像模拟那个就是石头那种。哦。石窑。是很均匀的。对。它其实做很多烤面包什么的，是鸡蛋。好，那我这边差不多先装了。芥末有放吗？芥末有放药吗？放到这个里面，那巧克力放到这个里面。好，先装。哦，柠檬，柠檬放到我是，其实放点我觉得不好吃，会有淡淡的柠檬的清香。那又怎么样？期待吗？有点好紧张哦，一直在想到底我们会不会赢呢？我很期待，你说那个东西。我也很期待，因为说实话，我觉得从卖相上来看，我在那边略胜一筹的。没有，卖相那边很好看啊。我们那边的近景好一点。只不过是加了巧克力跟芥末，也没有放什么。那这就考验你的摆盘了。所以那个南方的加芝士，一点点。它这里面的口味很浓，就滋啦滋啦的感觉，特别有食欲之气。所以我先把我这边先倒完。好了，那么观看直播的朋友们，赶快哈，抓紧我们最后的时间，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哈。可以投票哈，到底是支持我们的吴尊内呢，还是我们的小宝君呢？在这里呢，欢迎大家可以给我们转发、点赞、评论。好了，我们看看这个小宝君哈，哇，口号已经喊出来，666，加油！叫他们帮我们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哎，帮我们加油！这个芥末巧克力很先放，我自己认为非常棒，非常棒。其实很用心。等一下，我这里我也想加巧克力。啊，是吗？你也想加吗？来来来，等一下，对，你试试看。芥末要不要也加？芥末不要了。哎，对手非常高风量，发现了。对，我们现在把海鲜。所以我们这边应该快了吧？最后的一步骤。最后就是摆放一些刚刚我们放的。哦，海鲜放上去。我们就这边呢，也差不多了。也差不多。他发现了，这个好像已经有点焦焦了。有一点点。边上有一点点。所以它还需要更焦。对，看起来更好。还需要等待一段时间。大概2分钟吧。这个应该都是很经常做的。也没有经常做，只是最近才刚开始做的，就是这个半年里面。对，因为我的女儿这半年就开始喜欢吃这个。重新的。对，然后我之前拍戏，然后去美国，然后我们拍戏那个他们去煮，然后我吃了就觉得很好吃，然后我就问他们怎么煮，然后我就回去的时候去煮给我的女儿吃。所以你很有天赋啊，这方面。没有，就很喜欢。我很喜欢研究，对，所以我煮的东西。不一定是好吃啊，就是好玩。对。那接下来有没有考虑再创新一些？会啊会啊，我三餐我煮东西我都很喜欢创新，随便乱加东西。哇，很喜欢。对，就是我煮东西我很少去说我是要放
这个汤匙很没有，就是凭感觉放的。有时候是凭感觉，对对对对。哎，他那天有没有做饭给你吃？他有做过饼干给我吃，烤饼干。哦，对，他很喜欢烤饼干，我有买那种烤饼干的书给他，他就在家里自己做。他喜欢烤饼干。六六有没有做过烤？有做过烤饼干吗？嗯，可以在家里自己试，有一个烤箱就可以烤了。不会，可以让我做几个教你哦。要不要？三个教卖的吗？巧克力要吗？巧克力不用这个。哦。用他给我的巧克力，好不好？我们六六给我们准备的。我们这边帅气吗？哇，心法更好吗？来来来，要给大家来一个特写哈，我看看。巧克力芥末，我是买的先。最重要的就是加了这个。我想闻一下。嗯，好香，海鲜味好香。真的香哎，海鲜好香。对，好想吃哦。可是我没想到巧克力放在这个饭里面，它会有一种还蛮特殊的。嗯。是的，我觉得现在我们真的是垂涎欲滴的好。我这也好了，我这也好了。我这也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吗？对。那我们准备要出炉喽。好了，来。好，我们把这个。桌子上稍微的清理一下哦，对，清理。马上要揭晓最终的结果了，哇，真的好紧张哦。好，我们六六要来配合我们吴尊完成我们最后的一个步骤，好不好？哎，这个糖果是用的。我就到最后我试试看，把一个东西出来。不来谈，对不对？这还有软的。哇，好烫，好烫。哇。好帅，好漂亮。我刚刚会说到它这个外观色泽就是什么？跑出来的。哎，上面的是那个面包，只是那个。小心点。对对对。好，我们最终呢，吴总这边已经快要完成了。好，我们的花里烤过之后会非常香。味道。接下来进入最后的摆盘了，我们一起来期待吧。我在想什么摆？没有，我本来想看，因为有巧克力嘛，对不对？等一下啊。
我们银行不是这样，我们不能这样拉票。邀请到大家，好，也希望在未来的日子是可以多用出更好的美食。